摘点西红柿，这是小西红柿。再摘点辣椒，大家好，我是欧妹，天气炎热，今天来做个凉爽的米豆腐吃。刚才去摘了一些西红柿和辣椒，等会儿炒个西红柿辣椒酱，再做个西红柿酸汤。这辣椒稍微切细一点，好了，现在去炒。辣椒翻炒一会儿，再把西红柿倒进来，压碎。现在调味，盐、味精、生抽。可以了。现在来做酸汤，放点盐和酱油，大火烧开就行了。酸汤和辣椒酱都放凉一点。把米豆腐化出来，化成小块小块的。捞进碗里来。现在把酸汤舀进来。辣椒酱。花生。黄瓜丝。香辣酸菜。四季葱。再淋一圈油辣子，香醋，满满一大碗美味的米豆腐，拌一下。开整了，哇，酸汤喝着舒服。酸辣够味，米豆腐不用嚼，一抿就化了。太安逸了。天气炎热，就适合这一口。